来说，这次只打了团体，然后能够帮助团队一起拿到这个团体冠军，对我来说还是很好的完成了任务。当然，我们的比赛是结束，但其实还有很多队友他们的比赛还没有结束。他们如果有需要训练的话，我也会跟他们训练，包括有一些赛前的备战。而且比赛完了以后，这次比赛完了，可能接下来还有别的比赛，我也会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训练。这次这个亚运会跟之前的几次比，可能之前在亚运会每次还有下一次，对我来说，可能觉得这次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了。